宝携程展销计划之所以能够成功的推行，幕后一直有着一群工程不计艰辛不遗余力的付出和争取。盛集团是否有渴望成为打造一个崭新兼具地标性意义的怡宝鞋业城？我要说，今天它除了是 DSG 集团的大好日子，也是我的大好日子，尤其是怡宝这一代的大好日子。工会100周年的奋斗精神，能够使到我们大陆另一个辉煌的里程碑。每年的生产量约有7000万对鞋子，营业额高达6亿7500万。关于鞋业产业在马来西亚早已存有悠久的历史，希望借此次的机会来整肃一个古老又伟大的行业，向世人展示马来西亚的骄傲。同杰呢，跟几位，包括我们前任的几位会长啊，他们呢，所有的，包括理事们，都非常尽心尽力，一直都在努力，一步一脚印。我们说，霹雳州在旅游业方面的这些发展啊，尤其是最近你可以看得到，越来越多这些外国游客来了，所以我在此我要恭贺鞋业工会。恭贺你们有非常好的领导，在此我祝贺鞋业工会，祝贺这项计划早日圆满的落成，谢谢。